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。我们东西很好吃，人长得好看，小哥哥比小姐姐还要漂亮。啊！妹子，你说笑一笑。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。瞅啥呢，再不吃你嘴里的都没有了。陈老师，陈老师打电话都接发短信不回，天哪，你是不是飘啊？那怎么了，生病了没有啊？我想一直照顾你，但是好像缺少一个身份。交无非接职。皇帝诏曰，赐萧龙飞为阴饶，南有直升。臣接旨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有一起。我喜欢爱你，外套味道还有。咱们也改名，咱们叫旭日膀胱组合，响亮而大气。旭日膀胱，膀胱自报家门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往这边来来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俩大个夹一小个，好来说，说吧，来说吧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云。我让你搁这模仿呢，什么玩意儿？马云，你长得哪嘎像马云？我看哪像马云？哎呦，我真像马云呢。你得说咱们仨是旭日膀胱组合，你不能说马云，那事一会儿再说啊。来，开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大家好，我是组合。我是膀胱，行。晚上睡不着吧，白天不想起吧，起来还不想工作呢，还整天犯困。生活艰不艰难，月月还不还债，脾气是不是特暴躁，性格也不合群，长得还一般，说的就是我。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，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，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，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。亲爱的，我感冒了。没事，喝点水就好了。亲爱的，我累了。喝点水就好了。亲爱的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喝点水就好了。有什么事快说，一会儿还要去网吧打游戏呢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有新的男朋友。能不能不分手？我会心痛的。喝点水就好了，回家。